阿肯尼咧，又即系做节目之前咧，又即系 send 出嚟啦，咁样咁啊，关于即系呢个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系一个关键嘅黑材料啦。唉，等阿肯尼讲下啦，呢个啫吓。系，其实我都系报新闻、读新闻、照读嘅啫吓。咁啊，但系喺照读之前咧，想讲一样今日日本比较多新聞講嘅一段嘢，咁呢個人物咧，對於你兩位咧都有啲關係嘅。作為電台老大哥嚟講，因為呢個人我啲後輩音咧，後輩係長江後浪推前浪，邊個係日本電台嘅節目主持啊？日本一個係电台里面经常会攞嚟做考核你发音发得好唔好嘅一个人名，咁就日文嘅发音就冇乜特别嘅，日本人唔会发现有乜咁奇呢，即系呢个个名好正常啫。佢日文发音叫做 Nakasone Yasuhiro， 冇乜特别系咪？呀，咁但系咧 Nakasone Yasuhiro， 咩啦？系咁系啦，咁但系咧佢嘅广东话发音咧就系、是。考大家咬字正唔正嘅，叫做中增根康宏、哦、啊！你两位应该会受过啲考验啦。老一辈，我系应该我读书年代嘅，即系中增根康宏啊嘛。系啊系啊，中增讲多几次啊？中增根康宏，中增根康，中增根康宏。系啊，唔系我觉得呢个名啊，真系麻麻，即系湿碎。湿碎。嗰阵时澳门赛车啊，有个日本车手啊。叫做長谷見春宏啊，長谷見春宏，係啊，長谷見春宏啊，好似係長歲啦，長谷見春宏，係啊，個宏字咧就係比較難，係啊係啊，長谷見春宏之類嗰啲咁樣嗰啲，或者恒生銀行，係啊，恒生銀行，嗰時我做商台咧就係成日。唔係恒生銀行，係恒生銀行。係啊，唔係其實你恒生如果你可以讀曬日跡啊。在香港那些譯名那些球隊名都可以了，那些北海道札幌江薩多豪和紅鑽川崎前鋒馬名都可以，馬名是啊，都是很鬼難讀的，馬名都很鬼難讀，為什麼要提這個人呢？張基那些是挺厲害的，是不是張基講話講得那麼厲害，講話講到捋都不知道後面講什麼，一轉馬入直路一定是要清楚口才好才可以講馬的嘛，是不是你講到知你根這樣。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的英文就是大家一定要買一個幸運丁，幸運丁哇！個表現真係非常之著緣啊！嗰時我記得天六米嗰陣時咧，考第一啊，係第一定第七啊？你講清楚好。嗰時咧，我哋舊公司商台嗰時候，有啲人就要應徵咧，想學港馬嘛。哦，嗰時叫做港馬之王。講下講下就趕馬之王，你趕馬定港馬？港馬定趕馬？你趕馬定港馬咧？自己攞條鞭去鞭啊！只馬個窿你又趕馬啦，真係。因為你講走位冇畫面噶嘛，啲黐脷筋真係好麻煩噶。哇！呢只馬真係好犀利啊！由原本咧跑啊喺前面咧跑第七咧，跟住咧上下上下咧，跟住上第一咯。啊！點解話由第七落去第一，第一之後去第七咁咧？最後終點咧，佢都係第七啊！我買咗佢，買咗佢邊？我聽到佢講嘅第七，第七邊飛？我唔係。原來賣跑第一，係哇咁啊，講個撲街，佢係跑第一噶，唔係跑第七，係第一定第七啊，大哥。啊，港台有冇播馬噶嗰陣？有，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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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後來啲阿戴建文鏟咗啊嘛。哦，係後屘。其實你商台嗰個獨家港馬啊，嗰時後期就係咯。哦，因為阿蔡其實好適合做港馬嘅接班人咁啊。當年其實你有冇主動應徵話，我想做呢個港馬節目啊咁樣？你自己又可以寓工作於娛樂。係要俾埋 tips 喎，嗰度慘啲喎。唔係主。就冇嘅，但系又系叫做做幕后咯，逢亲播马都要坐喺度嘅，咁跑路面入马场啊，唔系一定要自己跑埋咯，跟入去，因为要照顾成班马佬啊嘛，咁你又要同个控制员去叫做有个节目监制，直播室入边啊，你其实就坐喺度，但系播嘢就个控制员嘅，咁但系好舒服喎，成日攞去企喺下边攞嘢食噶，系啊，唔系佢七楼出边就攞嘢食噶啦，咁但系你要做阿四噶嘛，跟住嗰啲马佬系咁饮你咁。你又要出去幫佢買打飛噶嘛？跟住馬佬做乜嘅咧？佢哋除咗講馬，講馬以外嘅時間，佢哋做乜嘅咧？其實就因為佢分上邊同下邊嘅，下邊講沙圈。即係集前賢仔係嘛？係啦，集前賢仔而家。集前就交翻上邊。
下面咧就讲沙圈啲马，咁下面嗰三个讲紧嗰阵时候咧，上面嗰站咪出去食嘢啊、买马啊、即系收料啊、去厕所啊咁之类咯。哦，咁下面大概十分钟都讲完，咁跟住咪掟翻上嚟啊！我哋加翻上上边啦，睇下集前嘅情况。咁又吞煲又去食嘢。系啊，跟住上面就五个，咁下面嗰三个咧就有时间咪又食嘢啊，跟住呢个买马啊咁之类啊，屙尿啊。佢哋自己都会买嘅系嘛，即系自己都会落翻啲飞咁样。有啲買好少，有啲買好多嘅，長長倒嘅有啲，咁買唔切。跟住譬如阿陳華棟嗰啲，而家陳華棟幫蘋果講馬啊嘛，咁跟住咪，喂阿蔡，喂跟住咩，跟住幫手咪，咁咪俾沓錢你，你咪要行出去 counter。但嗰時未有嗰啲機嘅。冇嘅，佢哋有後來佢哋有嗰啲叫做好似嗰部投注機咯，投注機插線嘅，咁但係就係打電話嘅，就唔係iPad 嘅啦。嗰陣時咧就係啫撳啲掣，跟住就 send 咁就用電話線 send 出去。咁馬會唔識做啦，佢應該整部用現金券打飛嘅機擺喺個直播室出邊，咁咪唔使走嚟走去咯。都好近㗎啦，你都係即係跑出去唔使十秒，你都跑到出去嘅，即刻幫佢插落去買飛嗰啲咯。啊，即系如果当年佢懂得用 Delta Path， 咁就可以吓、啊、用个电话嘅。你公司原来从事赌博推广嘅咩？原来你都白痴嘅呢个呢、這个呢啲咁嘅系统啊，其实系近呢十年啊，互联网科技劲咗、啊，速度快咗，先至应运而生啫嘛。嗰、啊、时边有嗰时都仲系三 G 都已经好犀利嘅，但系三 G 系 support 唔到个速度啊。其实你公司啊，应该做呢个百家乐啊，海外投注直播咪得咯。咁啊发啦，系咯发啦，你哋公司。又冇 delay， 畫面又清晰又高清，啊、又唔會窒礙，咁一定唔會有人落手腳啦。開牌同埋收牌唔會話爭幾秒嘅，咁啊唔會打龍通啊嘛。最好梗係直播呢、這個，係啊，搞呢個叫做海外投注啊嘛，海外賭場啊嘛。咁即係又係嗰個澳門最新的線上賭場上線啦、啊，你知道講啊嘛？你公司又好似唔 support 呢啲喎，你哋係嘛？你搞我哋好正氣噶嘛？商業會議唔搞啲非法嘢啊？賭馬係做善事啊嘛，買佢哋唔係即係話，如果個系統夠快咧，最好係做網上賭場。哦，一定咁咧，系啦。咁你即系譬如话，哇，英国线路同埋美国线路系通嘅，相差唔会多过一秒嘅，咁先赌得过瘾噶嘛。成日对方话我开牌，跟住等一秒、两秒、三秒、四秒，如果话先睇到就死啊！依家高啲有嗰啲 AI 或者人声辨识嘅落注系统或者嘅指示系统咧，即系话我以前你揿即系揿一字就广东话，揿二字就英文咁咧。而家有啲新少少嘅咧，系可以去到我要一号，咁讲个一字咧，个电话就识得认到个一字嗰个声，然之后自动落帮你落注咁样就会搞呢啲嘢。错嘢你大乜镬啊？系啊，唔系佢部分唔系 Siri 个系统咪一样咯。其实即系 Siri 佢而家即系应你机差唔多，佢应到80%-90%噶嘛，即係你譬如問嗰啲問題，佢雖然未必係答到你，咁佢就頂籠都係講話。呢方面我冇資料噃，咁樣跟住，譬如你嗌佢話，係咩？啊，我又唔知喎，咁樣。但係如果你問佢啊，而家我喺邊度啊？咁樣咁，佢即刻會 send 到資料俾你噶嘛，嗰啲都。不過問題係。落琴晚講嘢嗰陣，如果又學你頭先話齋黐脷根嘅中真根康宏講唔到嗰啲咧，咁佢就買1:0波膽，有得買7:0波膽，跟住抌50,000落去，咁萬蚊就哇賺啦100倍，跟住係啊，係啊 ，Siri 幫我買100號，咁又唔係我聽到你講乜嘢喎？咁啲人黐脷根真係好慘嘅，唔係可以練嘅，辛苦啦，辛苦啦，辛苦。講開中真根康宏咧，點解咁咪會冇得講佢啦？而家我電視都播緊嘅，就因為佢啱啱死咗，就係死咗無奈，所以咧佢好老人家噶，就報佢啦，係啦，所以就報佢。而佢咧，即係因為會有個嗰啲葬禮咁嘅嘢啦，就有個叫做習慣啊。原來日本就係興咧文部科學省會要求啲大學會要求佢哋向呢個已故嘅總理致意咁樣，即係啲傳統嘢咁樣當係咁樣。即係之前嗰啲第二啲死咗啲首相都有咁做嘅，小泉惠三啊、橋本龍介郎，但係今次咧就有反對黨出聲，就話：喂，做咩要逼人致意先？你咪要控制我嘅自由先？你呢個人係自民黨嘅首相嚟嘅喎，佢哋為咗一個有黨派嘅人致意，咁即係你逼我啲我唔係佢個黨嘅都致意咁樣，咁就有啲咁嘅爭論，咁所以就中真根康宏呢個名咧就喺今日嘅新聞啊或者各大報章嗰度又出現翻咁樣咯。我印象中好似中真根康宏做首相嘅時候同大陸個關係幾好嘅。嗯。
咁唔知會唔會因為而家中日關係其實咧表面好似冇事，其實即係基本上就睇唔起你大陸啦。咁你而家死咗個首相，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仲要你呢個死咗個首相同中國嗰時嘅關係不錯嘅話，你仲要致意，咁其實又好似唔係幾好啦。哦，唔係咁日本又即係佢。你見佢有陣時咧，有啲話題咧，就即係同大陸就好 friend。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做啲嘢咧，佢都要保護翻自己噶嘛。嗱，譬如佢今日都有單新聞嘅，佢話啊，我哋諗到條橋，日本啊，我哋咧決定咧用衛星及住釣魚島嘅自然生態環境。嗱，咁你即係玩嘢嘅啫。喺大陸嚟講，你攞衛星長期射住嗰度，嗰度係我噶嘛。咁日本話喂，嗰度係我㗎。咁其實大家都係扎馬嘅啫嘛，係嘛？咁即係咁喺呢啲佢咪冇即係讓嘅餘地咯。咁但係另一方面就即係都想同大陸做生意嘅。咁因為你冇辦法啦，日本政府說服唔到啲廠家搬翻曬翻大陸入。日本嘛，咁佢哋都仍然话唔想放弃呢个大陆嘅市场咁样，咁你自由经济你又冇办法，即系规定紧，除非你话如果你唔搬翻嚟嘅，我取消你日本国籍，咁、哦、你系咪先？你啲实系一手硬一手软嘅呢啲嘢，佢哋冇可能全部硬全部软嘅。你就算特朗普都系啦，你硬完一阵嘅，又同翻阿金正恩搭膊头咁样，系咁玩法噶啦吓，呢个中村跟康王咁样系啦，咁啊，八十年代啊，咁就改善咗同。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關係、oh. 是的，不知道會不會 真是一個這樣的原因，所以喂你那時這個首相跟大陸走得那麼近、oh. 現在喂還要致意你唔得喎，係咯，其實你舊拜登喎、啊，即係拜登啲 friend 嚟喎，又係同中國 friend 喎、啊，咁樣。啲蘇聯、俄羅斯同大陸根本同日本永遠都仲係啲賭罪嗰方面有排都搞唔掂㗎啦，你俄羅斯嗰度又係。即係嗰度又係你又話佢嘅，佢又話你嘅咁樣，你冇辦法㗎，好、難改善咧、啲人都死咗啦。唔係咯，除非嗰笪地方係劃定係叫做公家區，個個都入得去嘅咁就話啫。咁嗰度又唔係金三角地帶啊，點會可以話你又有份，我又有份咧？但係佢上年死嘅喎、哦，上年死啊！但係而家有個叫合同狀嘅嘢，就係、是我查咗好耐，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嘅。其實就好似話係同自民黨有啲關係咁樣，即係。话呢一个系首相咁前首相咁、所以咧嗰、那个葬礼咧就唔同啲嘅，咁咧就会有盛大啲，就会要求多啲唔同学校都下，唔知系咪要下半期致哀咁严重添咁样嘅，咁跟住就大家个反应就是、喂而家你呢个菅义伟好似话要想做大改变、哦，就由你呢一刻开始吓，唔好逼人去向佢致意咁样作好多嘅改动，咁即系有少少咁样嘅政治风波啫吓，咁啊讲开政治风波咧，咁我读。埋篇新聞先啦，我驚我好啦，得翻幾分鐘。喂，我係啊，十點半先啦，係啊，唔係啩？我冇乜嘢講嘅咋。其實因為呢壇嘢咧，其實就主要係三個 point。咁頭嗰兩個 point 好長嘅。唔係我反而想問翻阿中曾跟康宏咧，嗱，因為佢而家101歲啊，死嘅時候，即係佢一死咗，佢應該係1919年出世啦，或者1920啦。嗰陣時啱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收皮啊嘛，嚇、即係好啊。咁跟住佢出世，咁當然仲係壓緊。片啦，咁但系到佢廿几岁嗰阵时候咧，就开二战。二战嗰阵时候，佢冇可能唔系军人嚟噶嘛。咁即系佢应该海军嚟噶。佢系经历过日本辉煌侵略嘅时代，睇唔起你大陆啊嘅感觉噶嘛。全部洗晒脑，会觉得呢个叫做吓、大东亚共荣圈系佢哋嘅世界嚟噶嘛。中国系属于佢哋噶嘛。中国咁多资源，东三省应该系属于佢哋噶嘛。跟住佢哋系叫做培训得好好，不断去进攻噶嘛，有晒策略噶嘛，派晒人出去用廿年嘅时间去美国啊、德国啊、英国啊学晒啲科技翻嚟，跟住起艇，跟住起呢个大和号，起呢个战斧巡洋舰，跟住起好多好劲嗰啲武舰，跟住将太平洋系佢哋玩 Q 晒咁，佢仲要系海军添。喂，海军当时
佢唔係曾經上過沉咗嗰隻大和號啊嘛？喂，佢可能上過去喎，應該呢條友唔簡單噶喎。佢、神奇啲，佢唔係大和號啊，佢去咗台灣馬公嗰度上任噶佢。馬公當年喺1943年喺高雄嗰度翻工噶佢，高雄海軍司設部部員啊。四三年都打完啦，唔係嘛佢？咁有咩戰績？打緊喎。咩啊？44年收皮啦，45年都。是喎，差不多是啱啱39年開戰啊嘛，39年開戰，43年係喎，應該打緊。咁佢喺台灣做咩？喺台灣做食女警衛啊？唔係咁當食女都應該有啩？唔係因為佢少佐啊，佢去到佢二戰嗰陣時候，日本喺台灣係設咗好多，係設咗總部嘅，嗰度有軍事基地嘅啊。咁喺嗰度，嗰度佢都部署咗好多嘢喺嗰度嘅。咁即係佢喺嗰度做少佐啊？哦，系啊，佢猛料嚟，佢读书好叻噶，佢读东京帝国大学，即系而家嘅东京大学嗰、那个即系叫咩部啊？政治部嗰啲法学部政治科毕业、哦，哇，明日之星咁嘅 feel 嚟噶。有冇记录过佢曾经即系参与过边个战役啊？咁之类啊，太平洋战争嗰啲等等嗰啲。参与咗应该死咗噶，佢冇死到啊？点会死啫？翻嚟噶嘛，系咪先？佢冇去中途岛咪得咯，所谓啫。佢冇食鱿鱼子弹。咪咯，佢唔系冇上到战舰系嘛？他住咗喺台湾啊嘛，跟住去到横须贺，咁跟住嗰啲都系冇炸到嘅地方嚟嘅，台湾冇炸跳岛策略啊嘛，冇炸到台湾噶嘛，打冲绳啊嘛。切，咁即系佢唔系战士啦，佢喺后勤嘅原来，佢都唔系前线。都有佢角色咁喺前，咪就有啲角色嘅，好低級啲居民，好後生嘅咋嗰陣，靚嚟嘅咋。咁後屘就即係叫做和平翻之後，就轉咗去做政治家咁樣，就入咗去當年嗰啲民主黨、自民黨乜乜黨咁樣，跟住就慢慢撈下撈到上去做內閣總理大臣咁樣咯。佢個賣點就係、是。最後一個個名難讀咯，個名啦，死剩嘅超和時代嘅在任首相，哦，即係一望於人啊！即超和年間佢發動戰爭嘅時候，即係死最後一個。咁、哦、你話咁都係一個有代表性嘅活化石咯，係咪先？你知得底係咯？你講到超和年代嘅日本咁好法西斯噶嘛？係啊，喂，咁啊休息翻嚟再講。喂，不過我想講講阿肯尼咧，係你而家個畫面咧。嗱，你而家就冇嘢啊！而家你好似我見到有個影飄喎。係啊，你唔係你好似頭先，你可以趴翻去頭先嗰個位啊。頭先你睇電腦嗰個位，後邊咧好似嗰啲嗰張牀嚟喎。嗰啲星唔係啊，你後邊笠住嗰張凳嗰度咧，好似有個有個人啊，啊有隻鬼啊，貞子嗰啲連環殺手，連環殺手喺後邊。所以我有咁樣好驚啊！我早幾日咧瞓下午夜夢迴嘅時候咧。乜嘢啊？跟住擘大隻眼，跟住咧睇到我呢張咁鬼高嘅電影，我以為有個人企咗我隔離，嚇到我彈起咗啦！奪命狂夫嗰啲片喎，一係以為係暴擊群，一係奪命狂夫，係咯，幾恐怖啊！先諗諗喎，點解後邊有條友打冷震添？幾恐怖，好乸驚喎！你咁你知啦，日本又出曬名多連環殺手噶嘛？你知日本有啲奇案，有本咩著名講神怪怪《山海經》啊嘛？係咪日本《山海經》《山海經》個鬼太郎鬼噶嘛？即係鬼太郎。系啊，嗰挺嘢咯，系咪先？好恐怖噶嘛！你唔好吓我啊！我一个人瞓好孤单寂寞噶，一系你就派条女嚟陪我瞓，咁我就唔惊，你就可以继续讲呢啲嘢。我啲仲惊喎！呢个世界有两个亲密嘅朋友，系专帮一啲孤独嘅男仔喺海外生活嗰阵时用，一个叫做阿 John， 一个叫 Mary。Mary 系啊，你中意星期一咪玩下男人公仔咯，星期二咪玩女人公仔。不过好多大陆做，记住洗，不过记住。有刀刺喎，事實咯，係啊，因為有啲自己有咧又好中意阿特朗普嘅，因為覺得阿特朗普咧可以懟冧大陸，咁、哦、有啲咧又中意拜登嘅，咁啊話拜登咧就即係呢個叫做温文爾雅咁之類嗰啲啦，各自中意咯，中意特朗普啫，唔中意特朗普咪中意拜登咯，係啊，冇得揀啊，兩個都係麻麻地㗎啦。我哋係旁邊學，咁啊講下美國嘢冇乜所謂，係啊，言論自由拉啊嘛，係咯，唔犯國安法，我哋鬧美國唔犯國安法啦，應該係咪先？拜登。
究竟即係呢單嘢，大家留意咧，單嘢爆出嚟，《紐約時報》嘅，咁啊，《紐約時報》啊，企邊？誒，唔係《紐約時報》，係《紐約郵報》。啊，《紐約郵報》係啊。時報同《紐約時報》，《紐約郵報》兩樣嘢。《紐約郵報》一個小報，一個大報。有冇表到態話支持邊個㗎？因為美國嗰邊啲傳媒機構好好㗎嘛，即係可以表態話，即係嚟緊我撐邊個總統㗎嘛，可以係。嗯。係啊，咁啊。我唔賴又唔敢講啊！呢啲我都係讀新聞，中曾恩康宏㗎啫，我都係照讀㗎啫。你我就知道《紐約時報》就左翼少少咯，即係嗰啲懶係知識分子啊、開明啊，即係嗰啲撐 LGBT 黑人嗰啲咪嗰啲咯，係咯嗰啲咯，即係嗰啲咯。不過《紐約郵報》咧，今次咧就係呢個叫做咩？一周刊嚟噶，可能係特朗普嘅私人律師朱利安尼得到呢單嘢之後咧，就將呢樣嘢就交咗俾個紐約郵報去爆啦。咁究竟呢單係咩咧？肯定可以講啦。係好啦，讀下新聞先啦。主要係分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嘅，得一個組成部分我係比較熟悉啲嘅啫。另外兩個組成部分咧，分別就係講緊阿拜登個仔，即係一個就已經唔喺度噶啦嘛，即係當兵；另一個咧就好似就比較多啲緋聞嘅，叫 Hunter Biden 啊，獵人拜登啊。讲咩嘢嘅？系啊，讲咩嘢？即系亨特，同我老豆一样啊，攞张卡片界两行嗰啲咧，跟住玩女啊，好中意嗰啲系咯，有边个男人唔中意啊？拜登都喜歡聞啲女仔嘅頭髮噶嘛，不過唔知係咪因為佢有老人痴呆先至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嚇。咁啊，跟住咧就講緊右翼，右翼係嘛？即係撐特朗普，即係 Donald Trump 嗰邊。咁唔怪之交俾佢啦。系繼續正路啊，正路。咁啊，跟住咧，阿 Hunter Biden 咧就好似話同呢個好明曬啦 ，OK， 明曬啦 ，OK。明呢個第一 part， 頂你，唔係應該要啲勾結係嘛？應該咁講，應該咁講，即係呢個叫做民主黨個即係阿拜登啦，拜登個仔咁啊有部電腦，但係嗰部電腦咧就劈咗喺一個地方，咁啊譯音咧叫德拉瓦州，咁啊喺間電腦維修鋪嗰度維修嘅，咁但係咧就已經係2019年4月，即係香港反送中爆發之前兩個月擺低㗎啦。陳冠希事件係啦，擺到今時今日咧，就喺度整，但係都冇攞到。咁跟住咧，個電腦老闆咧就興起上嚟，就話頂你個肺啊！即係擺喺度又唔 Q 攞，咁啊牙曬。咁跟住咧就即係唔知點解轉接咧，就即係去咗呢個特朗普嗰邊。咁咧即係嗰個老闆啊，將個電腦個 hard disk 咧抄一份之後咧，就 send 咗俾阿特朗普個律師朱利安尼。喂，有好嘢，要唔要啊？正嘢啊！咁跟住咧就交咗俾佢。咁交俾佢之後咧，佢就交咗俾紐約郵報，跟住就爆啦咁樣之類。陰謀論三子咧，通常就會覺得呢啲所有嘅鋪排故事都係假嘅。其實咧分分鐘就可能佢 hack 咗，跟住咧攞啲資料，然之後作個故事就話佢就唔知邊度睇到陳冠希呢單故仔，就覺得咦呢條橋掂喎，攞陳冠希嘅故事照得翻落去啊 Hunter Biden 嗰度先咁樣嚇。咁啊，跟住咪爆出咗三個 point， 就係話第一佢好似勾結大陸阿何志平有關嗰個華信能源，另外咧就係話好似又同阿烏克蘭嗰邊就有啲金錢來往。而第三 part 就比較熟悉啦，你頭兩 part 我都唔賴。第三 part 咧就係話佢揾到一啲閃卡，就話會好多哎呀洗眼啊，唔攞得出嚟見人噶，影響風化等等咁嘅嘢。咁我但就未放出嚟嘅。反而我覺得即係懟下大麻嘅片，同埋佢同佢啲女性好友或者男性好友嗰啲叫交歡嘅一啲片段，咁呢、這個。如果他是成年人的，而對方又是成年人的，那他們學啊黃子華說齋，搞嘢唔拍片就等於冇搞全套，係咪啊？咁呢啲好基本嘢咧，我哋又覺得冇乜必要去斟酌。反而你話佢同俄羅斯啲天然氣公司啊，啲錢銀瓜葛啊，係咪收過大陸錢啊？反而嗰度幾有影響力、啊。唔係，不過如果性愛短片咧，都可以大做文章嘅。嗱，如果話佢嗰條片係十秒貨仔嗰啲，其一啦，話哇咁啊搞錯啊，哇牙籤仔啊，你個仔擺入去十秒之後出嘢嘅咁樣，咁渣嘅，老豆都。
都应该系咁噶啦。系啦，哇！睇嚟你哋啲持久力咧都系麻麻地啊。点做总统啊？做总统唔系好有忍耐力喎。系咯，都可以噶。身体咁差。咁如果嗰个硬碟入边个性爱片咧就系一对一就正常啊。咁、但系亦都一对一可以系唔正常噶嘛？譬如话玩皮鞭啊、玩手扣啊、迪纳啊咁样。哇！你个仔中意埋啲咁嘅 SM 嘢，唉、哎，你老豆都系变态噶啦。跟住又挖翻佢老豆嗰啲咁啊，即系恋童癖啊，咁之类嗰听嘢。二次恋童癖。系啊，好啊，咁啊，亦都有，仲有一个可能性嘅就系、一套三 P 咧，三 P 都好普通啫。跟住咧又可以大做文章，喂，点解你个仔啊多快玩三 P 啊叫亲鸡啊，冚唪唥都系白人嚟噶，系咪先？你系咪歧视黑人啊？哦，系喎，呢个影响多啲。系啊，即系点解你挤帮衬、挤交欢都系白色人种？系啊，点解冇其他啲 LGBT 其他肤色噶？系啊，咁你同特朗普有咩分别啊？呢个咪啊，特朗普支持嗰边嗰啲叫。極右白人至上嘅激進組織啊！你咪崇優啊！你咪白人至上啊！法西斯係咯，但係唔係？如果佢仔咧，你都話冇黑人公主啦，做乜事啊？呢、這個 Hunter Biden 嗰啲冇黑人嘅參與者㗎，咁樣同迪士尼一樣唔公道、啊。如果佢個仔玩四 P， 有亞洲人、有黑人、有白人啊，咁啊公道啦。啊咁啊，真系民主党精神啊！哇，大爱啊，大爱啦！嗱，呢个条片要播啦，嗱呢条片奥运啦，五色环啊，系啦，嗱呢啲。咁啊，公关嘢梗系揾阿何安大啲，睇下点样，梗系啦，即系直咬翻呢啲就咬翻直，都系啊，危机啊，即系俾人 set 咗屎碌架，而家系 show off 佢住，你睇下。我拜登啊，我都未出手，你睇我个仔几大爱包容。系啊，哇，玩尽七大洲五大洋啊，唔同肤色佢有唔同玩法，仲要唔同体位啊，系咪先？唔系最唔系，所以要睇咗啲片先。咁如果嗰条片啊 ，Hunter 拜登个仔系自己。即係著皮褸皮褲扮曬女角色，跟住條女冇著衫攞條鞭喺鞭佢，跟住佢喺度 LGBT 咯，阿亨塔跪喺度喺度嗌嘅，哇！你個仔變態，哇！中意俾人虐待嘅，平權喎，男女平權喎，有冇動物先？男人鞭動物啊，死得啦！嗰啲動保 L 又出嚟喎，哇！你唔係嘛？放只雞仔入去個女仔個衫窿嗰度，哇！好變態喎，你個仔，喂！呢啲睇下你死緊嘅，其實呢啲，但如果佢美國好多動保 L 嘅，係同一個女仔一個即係性愛片段。那個女仔仲要做咗佢老婆，嗱呢啲咪愛妻號咯，係咪啊？所以睇你條片曲到完啦，點都兜到啊！不拍得低，通常都唔放好嘢噶啦，係咪先？一係就哇搽曬神油啊，搽曬藥啊，又對 cocaine 啊咁樣。咩啊？對於呢單新聞，我有兩個疑惑嘅。第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呢三個咁樣嘅消息啊，係來自呢部電腦咁嘅嘢啦嚇，係會影響選情啊。呢個第一個，一定噶啦，我有個問號嘅。喂，但係佢個仔啲嘢啫喎，關阿拜登咩事先？因為佢入邊話個硬碟嘅資料入邊咧，係有呢個佢個仔同埋疑似叫中國華信能源合作。嗱，呢個係新聞寫噶，入邊嘅多封電郵。咁呢個中國華信能源咧好熟咧，咁咧就係呢個 CEFC 咧，就係當中何志平賴嘢嗰間公司嚟嘅。嗰間公司何志平喺美國坐監，係因為咩咧？佢就攞咗個生果籃，入邊有好多 cash， 就懟過去唔知非洲邊個國家。鞋盒有好多 cash。攞個 LV 袋裝，攞個鞋盒，你咁樣貶低我，我爆你大鑊，係咪先？睇唔起黑人啊嘛。係咧，咩攞鞋盒裝錢咁折墮？應該買過嗰啲傳統服。或者絕版的 LV 嗰啲皮夾，咪咯，即係你嗰啲咁嘅台灣足聯幫咁樣攞啲報紙包住啲錢走去賭錢，話乜你咁乞衣㗎？啊，解開啲報紙賭啲錢就咁折墮嘅，真係你冇用鞋盒就報警啦。咁跟住就如果係真係同呢個嚇、新聞講啊，呢間公司有關嘅話，咁啊正正引證咗特朗普嘅指控咯，咪就係話拜登上場只係會同中國關係搞好㗎嘛，因為拜登係會出賣美國人㗎嘛。講咗好耐啦，話佢個仔同大陸嗰啲公司係真係眉來眼去咗好多年。阿特朗普好多年啊！特朗普講咗好耐就話，如果佢輸，美國就會拱手相讓俾中國啊嘛。係啊，就由中國去統治美國啊嘛。佢用呢樣嘢去恐嚇美國人嘅選民噶嘛嚇。頭先我行翻屋企，我真係驚㗎。如果拜登當選，會唔會真係武統台灣就即刻做啊？喂，即係你見到有一個美國咪買軍火俾大陸咯？系，大陆使鬼买你啲军火顶你？出口都唔要签售啦，系咯，攞架 F-16 过嚟啦。讲明啲科技唔可以益你噶嘛，点会运过？不如果拜登上场运武器过嚟咧，可能噶。咁啊，真系差唔多系投降噶咯，美国。喂，你三军总司令喺度懵下懵下喺度讲啊，明明选紧总统，话自己选紧 senator 喎。我哋最新型嘅战机，整个工厂就喺深圳啦，咁样喺杭州啦，杭州嗰边啦，你
上腦，你有冇佛上腦係咪先？係咯，跟住話好難捉摸喎呢啲。哇！點解嗰啲簽十字機全部變曬美國咁嘅款嘅喎？用嗰啲器材一模一樣嘅喎真。而家美國仲傳緊啊，都唔係講緊第五代戰機啊，而家講緊已經話有隻用模型砌出嚟嗰隻，即係初型啊，個外形啊，第六代戰機啊。第六代。而家傳緊第六代戰機，第六代戰機係咩咧？係用緊無人駕駛。全部好似打機咁樣嘅，第六代啊，因為而家第五代戰機其實都仲未係真正使用噶嘛，話已經係勾緊㗎啦，第五代已經係離曬咗，未用已經勾咗，係啊，未用已經勾咗啦。哇！如果喺大陸設廠就計簽十之後咧，就推出呢個抄十戰機㗎喎，抄襲十號。係啊，你知唔知而家啱啱早排賣咗俾台灣嗰六十幾架嗰只 F-16V？ 哦 ，V 啊 ，F-16V 係講緊上個世勾曬㗎啦，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嘅飛機嚟，就賣俾台灣。仲用紧，而家 update 咗啊，因为用咗最新嘅雷达系统啊，改善咗啊，都仲系赢紧一条街啊。系啊，四十五十年前嘅机种喎、啊。唔系咯，军事专家，何况你第六代啊？军事专家都讲紧话，如果讲呢个科技嘅先进程度，嗱唔系讲数量啊，科技嘅先进程度，美国仲系领先大陆75%啊，系啊，起码3%。我嗰日我睇嗰啲报道讲话，嗰只 F-16V 讲两句啊，我都系执埋口水尾啫，我就唔识军事嘅话。佢嗰只 F-16V 啊，最少可以同一時間啊，鎖定20個攻擊目標啊，嗯、同一個時間攻擊10個目標、啊。哇！去酒吧正喎、啊，係啊，一入到酒吧，我鎖定20條女。隨時可以進行攻擊10條女，你同一時間可以令10條女一齊懷孕，哇！幾勁啊！係啊，你肯嚟你得唔得？八爪魚都冇咁勁啊！八爪魚都係八個啫嘛。同一時間令十條女同一時間懷孕，仲有佢話可以個飛行行程咧係十 L 齊發㗎啦，差唔多1500公里左右來回啊，即係飛行距離啊，即係佢可以飛去北京啊，炸完之後啊，仲可以翻嚟飲，再翻嚟飲下午茶。佢有60多架 F-16V， 每架可以锁定20個目标攻击10個，咁即系可以同一时间攻击北京600多個目标。喂，咁呢个系复仇者联盟入边其中劲过 Iron Man 啊？唔系有一集佢就话即系呢个叫做咩咩死啦嗰个咩组织，总之嗰个咩眼镜蛇组织定咩就设计咗神盾局啊？啊，神盾局设计咗两只。飘起嘅航空母舰啊，系、哦、啊系啊系啊，入边咧就有一个智能系统，嗰个单眼佬坐嗰架，系啦，咁咧就将全世界所有人嘅资料输入咗个电脑，由佢分析咧，全世界边啲人喺未来10年或者20年将会系影响世界嘅，就怼冧，我将佢全部怼冧晒佢，咁嗰只嘢咧可以一揿咧个卫星系统咧就将嗰扎人咧就锁晒。嗯，同一時間咧係100萬人一齊死嘅，一撳個掣啫，砰！一百萬人就用 laser 射。仲有呢只係講緊最新嘅 F-16V 係60多架啫喎，未計舊嗰啲喎。哇！舊嗰啲都好鬼勁。跌咗，舊嗰啲就無啦啦跌咗落地，一次過殺。咁你喎，係啊，同一時間喎，撳個掣咧飛一飛，由個機殼翻嚟已經搞掂咗。係咯，肯嚟你幻想下，你同一時間可以令10條女。大肚啊，大佬，十 L 齊發呢啲一定係金瓶梅嘅聊齋故事嚟㗎啦。我身體唔好啊，身子弱啊，我處理唔到咁多。咁、哦、你可以有可以借助藥物，你可以10條 L 扎埋俾一條啊，單 L 都得㗎係嘛？係咯，有啲喇叭都係單嗰啲咩？單春啊，類近啦，咩 Dan 嘅咩 audio 都類近啦 ，Dan 啲 audio 先啦。唔係咁佢，我仲有我係你講你講，我仲有第二個疑惑嘅嗱，第一個疑惑就係啱啱講咗啦，究竟真係會唔會影響到個選情？我唔知嗱，而點解會有呢個第一個疑惑就同第二個疑惑有關喎？就係我喺 Facebook 嗰度係比較難見到呢個比較咁大嘅新聞，咁啊傳聞就係話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全部 block 曬，唔俾人去傳呢一單《紐約郵報》發出嚟嘅新聞。因為他們爭特朗普嘛，冇錯啦，係啦，咁啊嗰啲科技公司很多都很左噶嘛，咁跟住就想即係驚呢單嘢影響個選情咁樣，跟住就我揾咗好耐啊，我直頭打 Joe Biden， 跟住冇嘅 Joe Biden， Joe Biden Giuliani 咁樣，但係最大話個 Giuliani 點串咧，咁我串唔到，佢 search 好耐都 search 唔到。不過呢單新聞我都喺嗰個難揾㗎，新聞網站嗰度走出嚟，即係嗰啲 MSN。啊，嗰啲咩 Google News 啊，咁等等嗰啲咧 ，Google 就可能應該冇啦。冇喎，就係 Facebook 冇嘅呢啲。Facebook 因為佢而家 set 咗啲新嘅機制，就係話如果有一啲新聞係惡意影響。
香港選情，而可能是假新聞的話咧，佢哋係會 block 咗噶。但我睇香港的方向報有報導，方向報有啊，有啊，係啊，所以佢嗰啲咩 MSN 網站啊等等嗰啲咧都有列到出嚟嘅。咁我諗聽日陸續會出噶啦，特別即係香港的即係之旅。唔係咁，你睇下拜登出唔出嚟回應咯，但係因為你資訊自由其實禁唔到嘅。但你一回應好大鑊，你一回應咧就會越講越。講多錯多，唔係，但係佢如果呢個硬碟係存在嘅話，即係佢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阿拜登用乜嘢方法將呢個硬碟或者個硬碟嘅 copy 買翻嚟，或者搶翻嚟。销毁佢，但系如果你已经落咗朱利安尼呢个特朗普嘅律师手上，我谂咧个 copy 咧差唔多多过啲精子都好，每个会有用啊！每个众议员啊，共和党嘅众议员同埋呢啲参议员咧，都可能有10个 copy， 即系嗰啲古电影古仔人。你唔使旨意殺咗我，我一死咗消失咗啊！嗰啲 file 就會即刻上曬網噶啦，全部去曬金管局啊，同埋呢個證監會係啊，嗰啲係啊。喂，同埋講多啊，唔講多啊！你而家真係陳冠希嗰啲閃卡到依家，你都真係一 search 就揾到啊！你邊有可能會冚得到噶啦、嗯？我都珍藏啊，嗰啲都珍藏噶，係咪啊？唔係，如果好可能冚到，如果何志平喺美國都坐監嘅，呢、這個硬碟入邊嘅資料，如果個資料係證明到佢同呢間公司嗱。不要说有什么非法事，是有一些受聘的职位、啊、薪酬、啊、有角色的股份、啊、证明到你们有交易、啊、你的仔代表你去做交易、啊嗯、那这些在美国都是死定的了。那个仔做事其实是自己做啊，抑或是老豆有份，嗯，定系老豆知道、啊、但又唔通报，唔申报利益，系啊，喂，好多嘢可以做古仔噶。唔系，如果唔系，就算冇违法，你系同一间中资能源公司有咁密切嘅关系，咁你上场之后系咪即系会保卫到即系呢个美国，甚至乎你话脱离呢个叫做联合国、嗯、啊，即系觉得嗰个咩人权公约，即系你哋唔尊重，咁我哋要独立去搞，咁你系讲唔通噶嘛？呢、這个新美国总统阿拜登，如果你系同大陆关系，分分钟你立刻释放，立刻停止呢个追捕孟晚舟咁样，唔出奇。如果你真系咁 friend 嘅死症就系你个仔嗰啲咁嘅性爱片，究竟可以激烈到咩程度？系、嗯、可以撇喺任何一个咸网度 send 出去噶嘛？同埋佢咪咁下个礼拜我哋分享。仔佢系牙签仔，咪咯？如果好似大笨象脚咁粗嘅，咁就话帮到你嘅选情嘅。如果你牙签仔啊，真系侮辱啦，收下个礼拜再讲，拜拜拜拜拜拜。